豆又有迷你豆，让你猜谜都猜不到。不论动身体或动脑，答对答案才最重要。对啊对啊，奇奇怪怪迷你国王爱热闹，嘻嘻哈哈猜谜大臣爱耍宝。答对就哈哈笑，哈哈答错你猜怎么办才好。美丽花美丽花的魔力花花，谁是最聪明的呢？当然是我 Q 公主了， QQ 萌萌哒啾咪。国王爸比是说，我们悠悠迷你岛上有两位最会唱歌跳舞的左右爱心小天使。卡哇伊，现在我们就一起拍拍手来欢迎可爱的左左右右。请问左右爱心小天使，你们愿意帮我们一起出题来考考小小兵吗？愿意。啾！收到一颗爱心，两颗爱心，不对不对，快来救救我！啊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们看，赵大臣他掉到谜题陷阱里了！大家快答对，拿到谜谜金钥匙，我才能出来呀、啊！嗯，没问题。左左右右，我们的重要任务来了。请国王爸比给我们第一个提示。嘿嘿，谢谢哦。我们的第一个提示是天空，没错，我常常在蓝蓝的天空中看到它哦。哇，天空缤纷又美丽，相信答案也会很丰富哦。哎，小小兵赶快动动脑想一想，天空上面有什么东西呢？想想看，你说。直升机、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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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机，还有吗？还有什么？太阳。真的耶，答案真是五花八门呢。不过我们也要提醒所有的小小兵哦，今天猜谜要猜的是一种交通工具。快想想答案到底是虾米？是虾米？小朋友刚刚说了好多好多的答案，不知道里面有没有正确答案呢？没注意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请国王给我们第二个提示。哇，请问这个第二个提示是篮子？没有错，有篮子的交通工具会在天空中的，它没有翅膀，也没有轮子，只要坐在篮子里，给它热空气，它就会飞得又高又远哦。还可以带大家去奇幻新乐园玩哦。太棒了，我们都飞起来了。时间快到滴答滴，快快快想一想，时间快到滴答滴，倒数计时，五四三二一。聪明的小小兵一起说答案是什么？是热气球吗？请国王公布答案。有篮子，只要有热空气就会往上升的交通工具就是热气球。恭喜你们答对了，迷你金钥匙 open。 终于被救出来了，谢谢小小兵，谢谢左右爱心天使，送你们爱心爱心啾咪啾咪。
猜谜小兵来接受胜利的 Happy。 胜利，我们一起庆祝胜利，一起唱着进行曲。猜谜小兵真的非常 happy， 猜谜小兵互相加油打气，猜谜小兵下次再来猜谜，秘密国王欢迎你。再送给大家啾咪吧，啾咪。跺脚儿玩游戏，哆瑞咪发嗦瑞瑞，累一累大鼓最神奇，哆瑞咪发嗦咪咪咪咪，眼睛真美丽，哆瑞咪发嗦发发，画一画下船好惬意，哆瑞咪发嗦嗦嗦，说一说故事给你听。快乐的生活在花草树丛间，虽然有人说我们丑，一直保持天真笑容，我们是一群可爱的小毛虫，我们是一群可爱的小毛虫，努力的学习在每个日子里，期待长大变成蝴蝶，美丽飞舞人人称羡，我们是一群可爱的小毛虫。了高山，走过了小溪，因为
心不放离。你的小眼睛藏着小秘密，原来那美梦都在你眼底，原来那美梦都在你眼底。小朋友，有没有每天跟焦大成还有咪咪国王一样笑哈哈呢？笑一笑更健康哦，一起来，下次见咯，国王，看谁笑得更开心。咕叽咕叽咕叽。大家好，我是香蕉哥哥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记得按下订阅键，这样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咯。除了订阅我们之外，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精彩的节目，也可以看这里哦。